最好的水平呈现出来，展现给大家，我觉得大家都看到，而且非常的精彩，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带给我们大家这么精彩的赛事。好了，我们看现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先到进到现场看一下现在将要开始的女子平衡木的比赛。单腿小翻，并腿小翻后直，再接一个B 组的空翻，这一串能够加到0.3。交换腿结环，一组的高难跳步。团身前空翻站木。挺身前空翻仰跳一个地，这是两个地的一个技巧和一个舞蹈。挺身侧空翻，CC 的混合连接，两个 A 组的跳步。自由腿低于水平的逆转360度，小翻小翻后直900下，这一串能够加到0.1。来自上海代表队的谭思欣表演结束。可以说平衡木这个项目要求选手的心理一定要特别的稳，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在刚才这套动作当中的表现，尤其是这几串都按照原计划的编排完成，应该说谭思欣第一位上场比平衡木比得非常好。而且我们看他的下法，D组的下法，他的完成质量应该。